将军阁下，我在唐山发现了一张传单，张贴者是八路军工人特务大队，说上次瓦斯爆炸是他们所为。那我为什么没有接到唐山宪兵队的有关报告呢？很显然，军威中佐是想推卸责任。我知道了，叶振国大大的狡猾，你要多加小心。皇军近期要派出勘测队，在唐山从事港口的修建工作，你要协助禁卫中佐做好安全工作。请将军放心，我会全力配合的。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。这个淳朴的山东汉子高举右手，既是向党宣誓，也是在和过去告别。从这一刻起，自己已经从万人拥戴的江湖好汉变成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新生儿。快意恩仇、为所欲为的时代过去了，今后要在党的纪律的襁褓中伸展手脚，茁壮成长。祝贺。你们工人大队下一步有什么工作计划吗？我跟老王啊商量过了，准备把队伍重新编制，分成地上和地下两部分。另一方面，继续对队伍逐渐肃特，清理内部。我们还想向政委借个人。借什么人呢？因为我们两个在这一带啊脸太熟了。想找政委借一个脸又生又懂日本话的人。有什么用吗？上次禁卫他们化妆袭击安家玉，他们是咋和埋伏在那儿的鬼子联系的呢？就是利用信鸽联系的。这样一来呢，我们对那个乳鸽西施啊又加大了怀疑，想炸他一把。小野君，华北方面军近日会派一个勘测队来唐山，命令我们务必要保护勘测队员的安全，对此你有什么看法？勘测哪儿？曹妃甸。曹妃甸？那里是大海茫茫，有什么可勘测的？唐山的煤炭一直都是靠铁路运到秦皇岛港，然后再装船送到日本本土。东京方面认为这个路途太遥远，而且沿线八路的活动猖狂，很难保证他们的安全。为了方便日后煤炭的外运，皇军决定在曹妃甸修建港口。勘测队员到达后一定会引起叶振国的注意，如果他来捣乱，恐怕防不胜防。所以我想向海军求援。海军都是些眼高于顶的家伙，为了天皇的利益，就算委屈一些也无话可讲。明白了。来了。您找谁呀？中佐の派遣で来ました。啊？您要打包什么？中佐が聞いた。最近西村国に何か動きあるの？那请进去等一下。大凤儿，快醒醒！大凤儿，你快醒醒！快去找队伍，咱外边来了个日本人。啥？对呀、啊，我看。哎呦，你睡糊涂了，门在这边啊！哎呀，不用喊人了，俺一个人就行了。山鬼子，叫钱不上。哈！
咋了，打枪啊？长官，你可来了，我们屋里来了个日本人，就是他。日本人？你打哪儿来呀？说话呀！说咱们也听不懂。带回去谁？走。没事吧？没事。谢谢你们。哎呀，长官别客气啊。我走了。俺治不了他呀。兄弟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多亏你没来得及时，要不我这一刀挨得可真冤枉。我现在真的有点搞不明白了，老板娘是这个表现，根本就不像个奸细。看来我们的试探白瞎了。庄德阁下，海军那帮家伙来了。是吗？不过，我建议中佐阁下不要去接见他们。为什么？这帮野蛮的家伙，我怕他们会冒犯中佐。他们还以为现在是船坚炮利的海洋霸主年代，也没办法了。谁叫我们这次的任务要有求于海军呢？禁卫中佐来看望大家了。禁卫军，干一杯。到我的地盘有求于我，就得听从我的安排。啊，禁卫中佐，他有战伤，饮酒会导致关节疼痛。对不起。在座诸位，谁身上没有战伤？喝不喝？好，那我替禁卫中佐喝。慢，原来陆军的规矩是这样的，下属可以替上司挡酒，那上战场呢，也是下属替上司去送死吗？你夏海军，如果我的身体是属于我自己的，我可以陪你喝整个菜馆的酒，最遗憾的，就是我的身体是属于天皇陛下的。天皇陛下派我来中国，不是为了喝酒。让我们来谈一下配合的事情，好吗？丸子，丸子，回来了。啊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几位是东京派来勘测港口的工程师，禁卫中佐特别交代。让他们住在咱们家，辛苦了，有劳夫人。坐坐。小凤，上茶。啊！来来来，喝喝。来来来来来来。禁卫军，这次瓦斯爆炸的善后工作做得怎么样了？那个陈矿司，他仗着有英国人撑腰，一直都很狡猾，他不愿意赔偿。他说是八路军所干的破坏行为。可是我听到了一些不同的说法。不过胜败乃是兵家常事，过去的事情再追究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对禁卫军我是信任的。谢谢将军阁下。这回曹妃甸港口的勘察工作，不要再出任何纰漏了，拜托了禁卫军。我已经做好巧妙的布置，我相信，绝对不会让八路军有机可乘。既然禁卫军打了包票，那我就放心了。这么早出去啊？啊，还有一些别的事情要办的。
中午还回来不？不了，办完事情我就直接回上河庄了。哎，我说你这整天跑前跑后的啊，咱队上不是缺个中队长吗？大师哥也不提拔提拔你啊？已经有中队长了，孙参谋已经荣升了。大师哥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以前多仗义，自从跟了八路以后就变得六亲不认了。我走了，注意安全啊。老夫人，二师太太，请这边请。太史队长，帝国工程师这次来曹妃殿勘测建港，也是造福百姓。我希望你能全心全力去保护他们的安全。东总放心，我一定全力。另外，杰振国也非常厉害，他们在唐山城张贴了传单，我相信你也看过。在昭格庄矿黄金守卫那么森严的情况下，他们居然可以钻了空子，制造了瓦斯爆炸。更可怕的是，他们可以全身而退。别人怕他，我太史进可不怕他。这就是我最欣赏太史队长的勇气。可是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既然太史队长对皇军那么忠心，你必定成为杰真国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为了你们的安全，所以我想把你的岳母还有你的妻子接到宪兵部队保护起来。你有意见吗？难道你不愿意吗？这个这么点小事儿，我看都不用麻烦容佐了。近卫中佐一向是少说多做，他已经把你的家眷接过来了，你就放心吧，好好的为皇军效力，明白了吧？金樊一官说的是啊，中佐这么关照我，我太史进哪有不尽心尽意的道理呀？我跟太史进已经商量过了，他答应配合我们，说到时候他只对天空打一阵枪就是了。老王，嗯，你看这个任务派谁去合适？我是这么想啊，你看小孙吧，刚刚当了中队长，在咱这儿还没确立他的威信，这次的任务呢又没什么难度，我想让他带德贵去。でくれたな。いや、優しくあげるから。以前就跑嘛！弟兄们，别往死里打！太史进，不好，周先杰快撤！奶奶，什么他妈打字机，什么破件，把枪给我！哥儿看见了吧？接着我手下就是手下马，不用怕，上啊！上上！
快杀！放胆！何队，是，走开了。中佐阁下，你别冲着我呀！你这次你真的立了大功啊！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当时吧，我都觉着吧，我要是不把他们撂倒了，他们都能把我撂倒了。我太使劲，怕过谁呀？好，一起吧。大队长，教导员，出师不利，冲锋枪损失一支，队员牺牲一名，请求处分。这个事儿不怪你，是我们大队领导的责任，我们太轻信太史进的诺言了。你回去吧。反了天了，连太史进都敢跟咱们真刀真枪的叫板了。老王，我带人去一趟，把太史进和日本的工程师都给他一锅端了。现在他们肯定有准备，还是缓一缓吧。哎呀，还缓什么呀？再缓呢，这太史进的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。我的意见，咱们先缓一缓，因为这个事儿太奇怪了，保护日本工程师这么大一件事儿。禁卫连面都不露，把这件事就交给太史进了，这肯定是阴谋。哼，不管阴谋和阳谋，反正我是咽不下这口气去。我估计禁卫是想激怒我们，引我们上钩啊。他就是想引咱们上钩，咱也不怕。敌人啊，多半以为咱们会在海滩上进攻他们，我呀另有突破口。还是请示一下邓政委吧。老王啊，你这个人什么都好，就是太婆婆妈妈了。那左请示右汇报，难道真要等到敌人勘测完了再打他们吗？你放心吧，我速去速归，耽误不了多长时间。还有，欧家驹，得防着点。咋的了？还咋的了？你想想，是他和太史进达成了协议吧？太史进啪，现在翻脸了，这里肯定有问题。要不要等教导员请示回来再行动？哼，打一个小小的太史进还用那么麻烦？手到擒来，工人特务大队，老老协议。站住！队长，有人！副副官，把他们轰走。是。哎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赶紧走！这是军区，不准靠近，不知道吗？哎，说你一万字！再不走，老子开枪了！赶紧走！大师哥，要死的还是要活的？先给他个警告。
是接阵国，你欠我们的一条人命，打算咋还呢？大嘴菜打不打？打他妈没好果子吃，不打也没好果子吃，我他妈招谁惹谁了？这他妈还让人活吗？放！弟兄们，上！大哥，日本人打炮了，给我上啊！是，弟兄们上啊！托斯克给，托斯克给！不好，有埋伏！老弟，撤！撤！政委，我请求处分。先写份检讨给我，处分的事情到时候再说吧。是。写检讨的事情范畴呢？哎呀，真是赶着鸭子上架呀！嘿，我这个人，这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让我写字儿。让我写字儿，还不如让我绣花呢。行了，我都已经替你写好了，就麻烦您呢，再抄一遍。哎呀，那可太谢谢你了。哎，好。写的不错呀，啊，字儿还写的挺多，态度要端正。来，给我念念。啊，说吧，谁给写的呀？小孙，这态度还算端正，啊，啊，回去啊，求求人家小孙啊。这检讨上的每一个字儿，让他教会了你。等把这篇字儿学会了，你呀，就算完成这篇检讨了。听见没有啊？哎，来，都快点，都快点，都快点啊！辛苦辛苦啊！是已经完成了陆地的勘察，现在转到水下了。老王，嗯，咱们还得行动啊，不能就这么认怂了。反正我感觉，禁卫他们肯定埋伏在这附近。再说他们有炮，咱根本接近不了他们。切，禁卫啊，他再能耐，他能能耐到水下去？我看，这水下是他们的薄弱环节呀。你的意思是在水下行动？咱们这队伍里头，小广东跟那个浪里白条也不差呀，还有几个其他的队员，那都是在海边长大的。我看了，那日本的工程师啊，总共就五个人，他们轮流下水，最多的时候呢也就三个人。哎，咱们呀，就派三个水性好的队员，从远处潜水下去，在水下把他给掳走，怎么样？哎，这倒是个好办法。可是。莫西莫西，谢军，杰振国刚才袭击了我们的勘察人员。纳尼？结果被格杀了一人，
俘虏了一人，被俘虏的游击队我已经派太史金押往唐山，希望你能让他开口。放心，我一定撬开他的嘴。鬼子水下有几个人？有三个人。你不是浪里白条吗？还带着两个助手，三个对三个，咱咋就一个牺牲的，一个被俘的？鬼子损失几个人？一个人也没有。捆起来！教导员，他执行命令。教导员，我到底做错什么？你要捆我啊？你吃里扒外！我没有。老纪，捆起来，送军飞区保卫部。等等，老四哥，这是咋的了？你让他自己解释。三个对三个，咱就一败涂地啊！大四哥，我真的没有想到那些日本子的水性会那么的好。胡说！那几个日本人都是工程技术人员，他水性再好，还能好得过你吗？我真的没有胡说，教导员。好了好了，我看调查的事情先搁一搁，先把伤治好了再说吧。不行，他跑了咋办？跑了你绑我。小黄忠，走。哎，不行，老王，你这是干啥呀？老杰，你注意你的屁股。我屁股怎么了？别坐错了位置。我行得正，坐得端。你要是不服气啊，找邓政委讲理去。找邓政委讲理我也不怕，他必须看管起来。要是看管啊，那也是我的事儿。走。啊，去唐山，让连凤啊给你找一个靠得住的郎中，先把伤治好了再说。大四哥，我要是走了，你会不会有麻烦啊？啥麻烦啊？教导员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他就是因为牺牲了一个战友才对你这样的。没事儿，等他消了气儿啊，我再找他好好谈谈。到时候叫你回来，你再回来啊。去收拾一下。是。大したことは何も言ってません。いいよ、俺が任せろ。はい。金さん、お願い。はい。知道吗？这下你中了头彩了。这位太君是专门到过德国专攻刑讯审问的。就算你是块石头，到他的手里也会让你开口说话。四哥托你打听的消息有下文了吗？人没了，牺牲了。那是宪兵队，你见哪个俘虏进去能活着出来的？不对呀，你上一次不就好好的活着出来了吗？我那是你们拿太史进换的。你赶紧喝粥。哎，罗广东，嗯，他们要真不要你，你过来跟我干得了，我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，那比在赵各庄啊钻地道跟老鼠似的强多了。好，算我没说。
不对劲。教导员，教导员，大师哥，啥事儿？教导员呢？昨天晚上就走了，一直没回来。走了？啊？留下啥话了没？没有。你说什么？我想换个地方，我就是不想在工人特务大队干了。你想换个地方，不想干了？逃兵。老王啊，我都替你耻辱。我也不是要回家，我也不想离开抗日战场，我就是不想在那儿干了。那你想去哪儿啊？啊！如果现在老杰的队伍已经凯旋了，已经得胜而归了，受功了，领奖了，这个时候你要离开，我佩服你。现在什么时候？现在老杰的队伍连连受挫呀，他心里比你心里难受。你咋着？你要走？你不是逃兵是什么？你自己说是什么？进来。哎，政委，老杰啊，这是干什么呀？这古人讲，不叫负荆请罪吗？老王也不缺柴火，我给他送袋面，给他擀个彪彪面，算是请罪了吧？老王，咱这部队里头缺不了你，你跟我回去吧。老王，到，这面应该谁来擀呢？我，不对，这面呀，两个人一块儿擀，要不然做出的这碗面它好吃不了。老杰，刚才政委批评我了，就算是你不来请我，我也要回去。哎，我这人大老粗，有什么事儿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我来唐山办点事情，顺便来看看你了。最近还好吗？好什么呀，我都快让那几个日本人给气死了。啊！一喝多了就发酒疯。哪几个日本子啊？就是那几个日本工程师啊。哎，小芳给我。哎，你咋啦？挂了一点小小的彩头了。给俺看看。你有没有找过郎中啊？林凤师哥帮我找来着。只是唐山现在日本鬼子把医院和药房都看得很紧，还没有找到可靠的了。跟俺找。金永琪家里面有退烧药。你开什么玩笑了？要是被那个日本婆子发现了，那我不就被……啊！你放心，你放心，丸子夫人呐，觉得那几个日本人太吵，搬出去了。现在家里面就俺一个人。真的？嗯。走吧。走。走。反正啊，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。那你说说，咋不对劲儿了？按理说呀，那几个日本子啊，只是工程技术人员。哎，我就纳闷儿，你说这个一般来讲啊，都是秀才遇见兵，有理说不清。这他们怎么在水底下比小广东还厉害呢？我觉得这得有蹊跷。哎，小芳，这些日本子平时也喝这么多酒吗？何止喝这么多酒啊，一喝多了还就闹事耍流氓。日本的读书人也这么粗鲁？什么读书人，我看他们就不是什么正经人。家驹哥，嗯，你知道吗，上次有一个家伙家里面来信，他居然一个字都不认识，还是特别拜托夫人念给他听的呢。
什么？日本的读书人，一个字都不认识，怎么可能？你不该开玩笑了。我没跟你开玩笑，是我亲眼看到的。不行，哎，我得马上回他赵国忠。啊，家驹哥，啊，没事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关系。家驹哥，啊，我什么时候才不用再伺候这些日本人，和你们在一起啊？早晚会有这么一天的，不过现在啊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知道吗？哎，家驹哥，药还没有涂呢。大志哥，啥事儿啊？讲啊！小管农回来了，他有重要情报。这教导员在这儿有啥不能说的？把他叫进来。老王，你看，进来说。家驹，进来吧。哎，有戏有戏，晚上。多喝一点啊，水凉啊！近卫中佐特别的交代过，你们别怕，酒有的是。客气，喝完了咱们再去取。客气，客气。中佐君，近卫中佐，今天怎么想起我们来了？岩坂君，能不能约束一下你的下属？哦，又是喝酒的事吧？我怕被外人看出我们的破绽。外人？这哪有外人呢？金卫军，您是不了解我们海军。水这么凉，不靠酒精，谁撑得住？不信你明天自己下去试试。那几个酒鬼的丑态，有没有别人看到？我们这儿除了小凤和大厨，就没有别人了。把他们的酒藏起一半，别让他们喝多了胡说八道。嗨，我问过小凤了，小广东说的不假。小凤确实亲眼看见一个日本的工程师，连个大字都不认识。是吗？辛苦你了，老胡。嗨，这话说的。哎呀，我倒是没啥呀，就是我那可怜的孩子，天天伺候那几个日本子，受了不少的冤枉气。你说我这当爹的啥时候想起来，这心里就揪得慌啊。可以理解。这样吧，老胡啊，等执行完这次任务以后呢，把小凤接到赵国忠来。那感情好啊。姐啊，我查过了，这小广通说的不假。看来啊，近卫在给咱们玩障眼法呢。我就说这几个日本的水性这么好呢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肯定是从日本海军那儿调过来的。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，我还真冤枉人小广通。哎，先不提这个，咱们呀，当务之急是把近卫的障眼法给他戳穿了。那你说，既然咱眼前的这几个鬼子是台前的木偶，那真正的工程师又在什么地方呢？勘察港口离不开船吧。虽然咱们不知道他们在哪儿，有一点是没错的，他们肯定是在船上了。这海里头这么多条船，你，那你知道在哪条船上？老王，你这么聪明。你说呢？要我分析这个事儿啊，哪艘船上没有鱼，哪艘船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的藏人之地。好了，看看新鲜的，刚从海上过来的，拿来的。现在，哎呀，看活的全是新鲜海鲜啊！走过路过的看看啊。老大，收船了，有新鲜的海鲜吗？你要什么呀？大虾、扇贝、鲜鱼，
有新鲜的我都要啊。那过来看看吧，过来看看。哎呀，差点劲呢，有点小啊。这还小呢，不小了，再大就成鱼精了。买吧买吧，不买，磕了这尊可就没这店了。我再看看吧。这回你明白了吧？哎呦，如果他们要……哎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是？哎，大海螃蟹。哎呀，大哥，这么大螃蟹，今天算是开荤了啊！咱出发去。哎，哎呀，你们算是开荤了，我都快破产了。咋样？这钱呢，真没白花。哼，发现一艘船，那船上人呢，一条鱼都没打上来。明天再看一下，基本上人就能够确定了。什么奔腾有千年的火，是同袍兄弟的情和热。大哥说我们必须这样去做，在民族存亡的时刻，是谁在守护着青青山河？在敌人也倒下的时候。